我活着一天，我对我儿子的思念会与日俱增，而不会随着岁月消失就可以淡薄。就他们已经不配接受我们的信件了，因为他们失去了太多的时间和机会了。我们每年都给他们写信，不管他们领导人是谁，我们对事不对人，都给他们写公开信，要求他们面对，要求他们公正解决流失。他们不仅不予理睬，而且对我们进行打压。